三合一创新玩法 RPG 手游秘密宿屋登陆台湾。矽谷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于今23日宣布旗下代理之 RPG 手游秘密宿屋繁中版已正式登陆双平台。秘密宿屋采用自动战斗形式，而技能则是玩家点击画面的时发动，在连续点击敌人的时候，就可以对敌人增加追加伤害，不但操作简便，又具有让玩家享受参与战斗的乐趣。只要在战斗中左右滑动画面，就可以同时进行宿屋的增建与角色的养成，让玩家多种乐趣一次体验。喜欢这类型游戏的玩家们可别轻易错过咯。创新三合一玩法，尽享每秒的游戏乐趣。秘密宿屋可以同时操作多个游戏元素，操作探索、宿屋营运加战斗，让玩家每秒可享受到游戏的乐趣。自己宿屋自己建，排兵布阵，组合千变万化的队伍。秘密宿屋界面独特，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宿屋，让玩家体验经营属于自己最有个性的宿屋。此外，玩家还可以收集各路英雄，组成不同优势的队伍，发挥每位英雄属性来战胜副本。自己药水自己炼，不再依赖游戏商店的系统药水，外出打怪时缺少药水。秘密宿屋拥有独特的炼金系统，玩家可以自行炼成药水来炼等级，不用再依靠商店的系统药水。不是拾荒，是在寻宝。玩家可以利用秘密宿屋中的探索系统，安排不同的英雄进行探索，收集各种不同的素材以强化宿屋，并用作炼金用途，更有机会遇到限定的地下城让你探索哦。活动天天送，优惠赏不完，营运团队同步推出众多活动优惠，让你玩得更尽兴。23/5三负28/5日一下午23:59，英雄召唤十次必送一位五星英雄。23/5三负28/5日一下午23:59，主线地图经验加倍。23/5三负22/6日五下午23:59，PVP 奖励加码活动，每期首三名客户限定符文。23/5三起超值优惠包低至33折，宝石符文装备通通都有优惠，让你打怪战斗更爽快。优惠期请留意游戏公告。